在圣诞，有些毒瘤不知不觉间成为无辜的受害者。他们不是被人打、被人揽，只是被好友遗忘、缺乏照顾。即使只是一阵间，后果可能不堪设想。疏忽照顾亦可能导致虐待毒瘤，确保毒瘤获得适当照顾是好友的责任。出街叫埋佢街。